说交给山一个人，鹿晗。鹿晗，你要看一眼啊，来，看好了吗？三二一，不能看了。鹿晗说：“你画的是什么？”鹿晗的表情就是我心肝了。来，十秒倒计时开始。鹿晗画的是简笔画。十秒倒计时哦。我的妈呀，我来，十秒钟之内完成。十秒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猜得出来。下一个。秀敏的这个表情完全是哇，在干嘛？好，时间到，秀敏，给你十秒钟的时间。Ten seconds. One, two, three, action. 时间到。迷茫的目光。好，时间到，来。三秒钟的时间，笑一下。知道吗？好，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？Love, lov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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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ve。我们战士们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就这张画，你也能看出 love, love, love， 你们之间太有爱了吧？我们看一下原本。看一下原本的啊！你们想知道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吗？请看。哪里啊？那为什么会画一个人呢？雷电吗？没有。对啊，就画一个闪电。